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狂人，我今天来玩这个 Food Fighter， 什么 Click， 哈哇，我们的英文勉强通过合格。听说这是一款大胃王的游戏，诶，都是英文 ，How to play？ 左边有一个脸很肿的人，长得像谁呢？好，应该是狂人。右边有一个很大肚子的图案，长得又像谁呢？应该也是狂人。好，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是干嘛的。诶，桌上看到一颗鸡蛋，我们点一下。哦，原来这样他就会自己吃饭了。小心不要噎到了呢。哦，诶，左边的怎么满了呢？那该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先按一下 upgrade 做个升级。诶，怎么又噎到了呢？你这个小朋友啊，每一次就不要吃鸡蛋啊。其实这款游戏吃到后面会吃很多东西，但是啊，我第一天玩不大会玩，我目前只知道右边是拍肚子，把肚子拍一拍，还要往身体拍一拍。好，那这边可以喝水，右上角一个水。但其他的我们等级不够，目前还不能挑战，也不能使用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升级。好，升完了继续吃。喂，好，停止吃饭 ，stop eating， 也不是这个，哦，也没有金币 upgrade， 好，有什么道具也没有，怎么这么惨啊？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你这小孩子真的是啊，乱七八糟，继续给我吃，好，又吃饱了，三两下就吃饱了。拍一拍，狂拍，好像没有用啊！你怎么又噎到啦？好，于是各位小青，各位父老，我越来越会吃了。好，又饱了，我再点，等一下就可以喝水了，给我吃，继续吃。等一下还要挑战大胃王的比赛，金币按起来，往下滑。哦呦，都是英文啊，有 power 有什么都不知道。吃起来就对了，好啊，漂亮啊，吞，给我吃下去。好，我们的等级目前还是一级，在左上角。什么时候可以升级啊？你这个小伙子，不要，我不要看广告，我继续吃。好，再升级，看来我们已经熟练了，该去挑战大胃王大赛了。精彩的比赛马上开始，点选左上角的鸡蛋模式，准备前往一次十颗是吧？好，我吃，我先给你喝水。好，肚子饱了，你怎么才吃两颗就饱啦？这样怎么搞啊？喂呀喂呀，快吃啊！第二颗，你不要再噎到了，你快点吞下去。哎呀喂呀，怎么才吃两颗啊？哎，好，没关系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成功为失败之子。我们等一下再来挑战一次，如果还是没有能够成功吞完十个鸡蛋，你就不要吃了，我来吃。好，准备，没问题，肚子没问题，脸没问题，什么都没有问题，水也可以喝。好，领一下奖励，开始，十颗鸡蛋。好，我吃，我吃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三十秒，平均三颗要一秒啊！你三颗没有一秒，你又噎到，你又喝水，两好吞了两颗了，这样，哎，吞了三颗了，这次进步了。快饱了，快饱了，快点，没有时间了，哎呀喂呀！